手游酷玩。你真的会像你说的那么爱我吗？当然，我对你的心你还不了解吗？金振华，你知道我愿意为你去做任何事情，请相信我。那你愿意为我去死吗？当然愿意了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爱人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既然这样，我可以先勉强答应你。你的决定太让我感动了，我真是太爱你了。这么说你也愿意为我去死喽？肯定不愿意呀。为什么？爱人不是应该生死与共的吗？我死了你会悲伤的，所以我更愿意你先死，把那悲伤留给我自己。这是什么道理呀？为你去死。喜欢记得订阅哟。